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志为仁医守外》，我是大南主宰病医贵宾免疫风湿科的黄光义。咱大人听到这脑瘤嘛，心内一定拢是真惊吓。但是咧，大家免烦恼，也是把握一个原则，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这个脑瘤的治疗效果是真好诶。更何况呢，有一些脑部的肿瘤还是良性的吼。那有一种很特别的肿瘤，叫脑下垂体的肿瘤，它跟人体的一些荷尔蒙有很重要的关系。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给咱大拿主治病神经外科骆子文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来给咱开讲这个脑下垂体的肿瘤到底是什么样的肿瘤，以及引进一些新的技术对脑瘤患者的一些福音。骆医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骆子文医师。那个骆医师好好这个聊一聊这个脑下垂体的肿瘤的治疗预防以及他所学的一些新的技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坚强的接口音团队。心脏内科陈志伟主任，神经内科黄永松医师，血管外科张坚华主任，雷射中心林志明主任，急诊医学科施中岳医师，身心医学科杨淑如医师，护理部陈启莹护理长，护理部杨淑文副护理长。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有任何问题扣印到0526480066 0526480066。我们先看一段影片，看一个小姐小芬她跟这个脑下垂体肿瘤奋斗的故事，请进影片。红尘万里，应外合，简单。小芬一家人开心的在公园里玩着接龙游戏，充满欢笑声的午后是最幸福的时光。但是这样看似简单的幸福，在半年前对他而言，差点成了一份奢丧。住在台南的小芬身材一向纤瘦，她很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年都会定期进行妇科的各项检查，却在今年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异状。进一步说，帮我做一些抽血的更精密的检查，才检查出所谓的泌乳激素过高，再帮我安排所谓的核磁共振做更精密的追踪，才能说找到所谓的一个肿瘤的状况。经过医师详细的检查与追踪后，发现导致泌乳激素过高的原因就是脑下垂体长了一颗肿瘤，从未听过的名词与噩耗毫无预警的来临，让小芬措手不及。就我本身的那个经期的量比较少，我经期很准，可是问题是经期的量比较少，当自己这样子检查出来的时候，那种压抑吧，压抑的心态也是一下子，怎么会是我这样子的心态呀？正常的脑下垂体形同一颗小豌豆，位置处于两条视觉神经之交叉点，它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控制中心，释放九种不同的激素，而泌乳激素就是其中一种，一旦过多就会有月经稀少、不孕症产生。罗医师啊，这个脑下垂体它大概在我们大脑的哪个位置？是脑下垂体哦，其实它的位置大概是在我们，如果是从我们正面看起来的话，大概是在我们两眼的眉心中间。那如果是从我们侧面看起来，大概是在我们耳朵前面一点的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说，它的大小很小，但是它是在几乎在我们脑子正中间的一个位置。哦，你说很小，大概像它的大小差不多有差不多一公分的大小。那我们常常比喻它好像是一个豌豆的一个大小，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小弹珠再小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蛮小，但是它在人体扮演的功能好像蛮重要。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它在我们人体里面最主要扮演，我们可以称呼它叫做一个荷尔蒙中枢的一个角色。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影片当中所介绍，它是跟着我们
各种的荷尔蒙都有相关性，尤其常见像是我们的今天所介绍的泌乳激素啦，或者是说像我们的甲状腺素的调控，那或者是像我们一些生长激素的调控，那甚至还有一种我们跟我们肾上腺的一个皮质素，就是我们常讲的类固醇的一个调控，都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还可以说是一个人工的高级荷尔蒙的中枢。是是是。那这个脑下垂体肿瘤，它应该有分很多型，大概有哪些迹象？是脑下垂体肿瘤，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分类的方法，包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功能性跟非功能性。大概有所有的脑下垂体肿瘤里面，大概有四分之三，大概是一个所谓叫功能性的一个脑下垂体的肿瘤。那另外有四分之一，大概是一个非功能性的脑下垂体的肿瘤。那当然，非功能性顾名思义，就是它跟荷尔蒙的关联性比较少，它常常就是单纯的肿瘤的增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所谓的功能性的脑下垂体肿瘤的话呢，就是它最主要顾名思义，就是跟它的荷尔蒙的发展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像是如果它的这个肿瘤的细胞是比较偏向于说这种促甲状腺素的分泌的时候，它相对来说它就会这个促甲状腺素的就会升高，那进而影响到甲状腺素的分泌就会增高。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如果是这个肿瘤它的细胞是以分泌生长激素为主的话，那它的一个生长激素升高也会造成后续的一些问题，它就叫我们叫做生长激素瘤。那像我们影片当中小分所它的瘤又是另外一种，它是以分泌泌乳激素为主的细胞增生所产生的脑下垂体肿瘤，那我们就把它称作为叫做泌乳激素瘤。 OK， 那大概这种疾病好发的年纪大概 是像我们这些脑下垂体肿瘤，就我们以往的文献记载大家分析来看，大致上发现的年龄差不多就是在50岁上下左右，就是像我们小芬就类似像这样的这个状况。但是常见还有一些女性她是更年轻就发现的，因为像我们的泌乳激素瘤呢，它最主要是在女性上面，它会影响她的一些月经周期啦，或者是说影响到一些不孕症的现象。那常常因为有一些女性她本身她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去她在可能很年轻20-30岁的时候就去找妇产科医师求治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一个泌乳激素升高的状况，进而转接到我们神经外科之后才确定她是一个泌乳激素瘤的问题。阿天哦，在咱影片中看到小芬，她当初来好像也没什么症状哦，她当初的状况是怎么发现的？小芬其实她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就如同她影片中当中所说，她的经期还算正常，但是只是她的后来再回想起来，她的经血的量是有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常见像是这种脑下垂体腺瘤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她的常常是发现的机会并不高，那甚至说以前有在我们一个在美国一个。大概10几年前有一个文献当中有记载，就是他在美国他们的一个往生的病人，大概有1000个病人，他们去做一个往生后的一个大体解剖，那发现说大概有20%的病人居然里面常有一个脑下垂体肿瘤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他可能就像这种20%，也就是1000个当中可能就有200个病人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很多的状况是因为他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并没有在临床上面发现。所以其实很多都是意外中发现的哈。那除了刚刚讲的，一共以抽血嘛，做健康检查，有没有哪些检查可以确定这个问题？是，除了是说，就只要抽血的本身就是针对属于像功能性的脑下垂体肿瘤，像我们可以检查像是所谓的泌乳激素，还有生长激素，还有我们所谓的促甲状腺素等等这些激素的一些检查是藉由抽血来发现的。那但是常常呢，因为它这个脑下垂体腺瘤，虽然说我们像小芬她的症状是以这个抽血检查来表现，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病人最常见的还是以头痛的表现为主。当然不是每一个病人他头痛就一定是脑下垂体腺瘤，但是有些病人他在做一些因为头痛去做一些脑部的检查之后，才赫然发现到原来他是里面本身有怀有一个这个脑下垂体腺瘤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很多都是意外发现的嘛，哈。那但是有哪些症状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说，可能有些容易忽略，那我们赶快找医生的。是，尤其是其实像另外除了说头痛是一个常见的症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蛮常见的症状，就是我们的视力会有所谓的衰弱的状况。尤其它这个脑下垂体腺瘤，它本身正常脑下垂体就是在我们的视神经的交叉的
长在视神经交叉的中间，所以它一旦变大产生肿瘤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压迫到视神经。那压迫到视神经之后，就相对来说会造成视力的问题。那不过它这个视力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特别的，它就是它在引起的视力的问题，它常常是会觉得说，诶，常常我们会病人会不会觉得他的视野会越来越变得越狭窄啦，或者说他看的东西就越来越注意在眼前的东西，而两边看得很模糊。我们这个叫做双颞侧的偏盲，就是双外侧相对来说看的视力就比较不好，这是一个其中一个表现，有可能会是因为脑下垂体腺瘤的关系。那除此之外，当然像另外就功能性的肿瘤来说的话，就像是我们的所谓泌乳激素瘤，它在女性身上就会表现说有所谓的月经的不顺，或是月经的周期失调，或是无月经，甚至造成不孕症的状况。那如果是泌乳激素瘤在男性的病患上面呢，它的表现常常就是会产生一些就是跟太太的相处来说就会比较需求没有那么高，就是我们在医学上讲的所谓的性欲的衰减。那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男性女乳症的现象会产生 OK 等等这些问题。 OK， 感恩骆医师跟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可能产生的一些症状。因为小芬发现的肿瘤非常的早，接下来我们看她后续要怎么样的治疗，请看影片。好，因为我检查出来它是小于1公分的，以医生来讲的话，它还是一个小肿瘤，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子吃药或许可以控制得住就好了。可是变成严重的便秘，啊，严重的失眠，啊，到最后的话跟医生反映之后，医生才建议说，那如果说吃药是这么的不能去适合的话，那就建议说往开刀的这一方面，可能也及早发现，及早把它处理掉。小芬回想起8年前父亲曾经在大林慈院接受脊椎手术，成功的手术结果让一家人感到信赖，因此他北上大林慈院求诊，希望也能够像父亲一样的幸运，遇到一位让人信任的医师。在神经外科陈金城副院长详细检查下，建议切除小芬的脑下垂体肿瘤，并且转介给神经外科骆子文医师。在神经外科团队的合作之下，利用经鼻道内视镜手术顺利将肿瘤切除，量把它减掉啊，以后我们就会抽血看看有没有正常的。当没有吃药以后一阵子再抽血，如果是正常的话就不用吃了。因为我觉得说既然有问题就找专业的医师，找信赖的医师，那全权的相信医师去做基本说我们该配合的去配合，把它正确的做一个正确的处理掉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像人家说的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嘛，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是应该是最 OK 的处理情形，这样子啊。配合度100分的小芬，半年来体力渐渐恢复，听着儿子演奏的萨克斯风，看似平凡，却是最甜蜜的幸福。要继续维持身体的健康，因为未来还有好多事情要陪着他们一起成长。不会是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发现这个脑部肿，一般都是开刀，那为什么这个脑下垂体肿瘤小芬可以先用药物控制呢？是，就像刚刚跟大家介绍，我们脑下垂体腺瘤有分成非常多种，包括功能性以及非功能性啊。功能性包含生长激素瘤或是泌乳激素瘤、促甲状腺激素瘤等等。那所有这些脑下垂体肿瘤，其实以现在的治疗准则来讲，第一线的治疗都还是以开刀为止，唯独就只有泌乳激素瘤这个肿瘤，它是可以先最好是建议先用药物治疗。那药物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其实像我们很多病人有一些这种泌乳激素瘤病人都是在门诊继续追踪用药物来控制，但是它就知道药物它还是有一体的两面，它有一些药物就有它的一些副作用，包括像小芬所说
常像吃这个药物的时候会引起一些恶心呕吐，或者是一些头晕头痛，甚至还有一些便秘跟失眠的症状。那如果假设他真的没有办法说对这些病副作用觉得说非常的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采取第二线，就是以开刀的治疗为主。Okay, 刚看这个小芬哈，他听说开完刀恢复得很快哈，刚其实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明显的伤口哈，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术呢？一般我们这样的手术，目前来讲，在我们医院来说，最主要都是从一个金鼻道的一个内视镜的手术来做处理。那金鼻道内视镜手术，它最主要好处呢，就是它的伤口相对来说是在鼻道的最后面，所以它口相对来说非常小，可能也是只有1公分不到的一个伤口，况且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那像经过这样一个手术的病患呢，因为他的相对他的伤口比较小，所以他的恢复期就比较短，所以像这种病人差不多术后3到5天就可以，如果都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很顺利的出院了。那他最主要他这个手术跟平常我们传统手术的不同，就在于说我们平常传统的手术，它是从这个牙龈的上方，在上嘴唇的下方这个地方的牙龈那边去切一个大概5公分大的伤口，那再往上再把这个在上颚的黏膜还有在鼻中隔这边黏膜都把它剥离开来，那所以相对来说它对组织的伤害有一定的程度的伤害，那最后再进入这个蝶豆的时候再去做一个脑下垂体的切除手术，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路径也会比较长，那所以既然路径比较长的话，它的后续复原的时间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久。那而且以传统像这样从嘴巴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方式的话，毕竟它是在嘴巴内部有伤口，所以术后来说它的一个饮食的调控就很重要，可能短暂时间甚至只能吃一些流质的饮食来做辅助。那但像我们这种金鼻道的这种内视镜手术的话呢，它的术后来说就不会有这个后续饮食上面的一个这个太大的一个禁忌存在，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先进，况且是对病人来说伤害性更小的一个手术，伤口美观恢复又快。是 OK， 那这个刚小芬其实有讲到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如果不治疗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后遗症？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的脑下垂体就是长在它的视神经的中间的地方，所以如果当他脑下垂体肿瘤越长越大的时候，最担心就是产生一些视力的一个问题，就是产生视神经压迫的问题，那所以视力就会产生变化。除此之外，他除了视神经之外，他还有两条脑部最重要的内颈动脉也是在脑下垂体旁边穿过，所以如果当他肿瘤越变越大，甚至侵犯到两边的血管的时候，或许要开刀来说，他的困难度就会很高，甚至真的很难开刀的病人，他可能在手术台上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并发症。好，感谢骆医师跟我们讲了，可见骆医师是一个从事这神经外科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影片，看骆医师自为人医的经过，以及他到底又学哪些新的技术来教会我们的神经外科的病人呢？请进影片。这卡底那加麻啦，加麻哦，啊加干的吧，加白，加白拢是卡底，干的这个所在，啊这个嘛较白，啊这真久啊呢，加边啊嘛无啦吼，伊他拢白啦，伊他拢加麻无，哎，这拢白啦，是，啊是干的安尼足白啊，对。在诊间，骆子文医师亲切地安抚着每位病患彷徨问诊的心，详细的解说都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理出一条解决疾病的路。骆子文在高中求学时期开始好奇着人的大脑可以储藏记忆，又可以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开始对这个大小只有1.5公斤的头颅，却承载如此多的奥妙与功能，充满疑问。所以在考上慈济医学院之后，脑神经外科理所当然的就成了骆子文未来行医的志向。从住院医师第二年开始，骆子文医师便开始在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神经外科苏全发主任的身边学习伽马刀。丰富的临床经验都是为了让脑瘤患者能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之后还远赴伽马刀的发源地瑞典继续深造。带着热情与丰富的经验，骆子文加入大林慈院神经外科团队。在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下，他希望能够运用更先进的仪器与设备解决更多的病苦。
杜医师，听说你选择神经外科是有一天忽然顿悟了，是不是？不好意思讲顿悟，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大部分人的记忆就是在高三要准备联考的时候，那时候压力真的是很大，然后常常就在想说为什么要念那么多书啊，然后为什么要记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觉得啊记东西啊好讨厌哦，或是就是上课压力真的很大。但是突然有一天在上学骑脚踏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们其实大脑很神奇耶，我们可以记这么多东西，况且可以把它背起来，然后但是也可以选择说我去喜欢一件事物，或是甚至是讨厌一件事物，其实大脑对我们说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慢慢对这个脑部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那最后也真的很荣幸有机会在花莲的时候有碰到我的老师苏全发主任，能够让我走进这个神经外科的领域。OK， 那我说你是在花莲完成你神经外科的那个专科医师训练嘛？是。那可不可以聊聊你在花莲有哪些这个神经外科的一些甘苦谈？是，其实最主要我那时候一开始在花莲慈济医院念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认识苏全发主任是在一次的演讲上面。其实那时候是刚开始我们的国家推行大家骑机车都一定要戴安全帽，那他就因为他是以神经外科的立场来跟大家介绍说，哇，神经外科可能会发生，如果没戴安全帽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的状况。那那时候就觉得哇，神经外科医师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职业，因为常常尤其在花莲很多原住民他们都是很喜欢下班或是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就喜欢喝一杯，所以相对来说在花莲他们的一个车祸受伤的一个机会也比较大，然后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病人在很急迫的状况来到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就希望是说，就是以一个神经外科立场，我们就希望是说可以提供我们的所学，那我们尽心尽力去把他们救治回来。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在花莲其实除了说看到很多创伤的一些病人之外，我们另外还有对一些病人会觉得说还希望再做更多，就是脑部肿瘤的一些病人，因为我们常常虽然说我们现今医学已经能够针对这些肿瘤做一些大部分的处理，但是毕竟有些肿瘤它是可能生长的地方就比较奇特，可能它是长在脑的旁边，那脑干就是控制我们呼吸心跳的地方，那长在脑干旁边的时候有可能它的我们硬去开刀的时候反而会伤害到它。那还有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脑下垂体，它就是长在视神经的旁边，有时候长得太大我们要去开刀的时候反而会伤害到视神经。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除了在开刀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治疗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放射手术的方式。哦，听说你这个还有除一般的还有一些专业哈，是像伽马刀，你还到瑞典去学是不是？是，可以跟我们聊聊什么是伽马刀？伽马刀的话，它最主要它的发源地是在瑞典，它是瑞典一个叫做在差不多在1940年50年代左右的时候发展这个伽马刀的放射手术。那所谓放射手术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它跟一般传统的我们的放射治疗不太一样。一般传统病人要去接受所谓放射治疗，也就是我们俗称所谓叫电疗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去做电疗。那可是我们所谓的放射手术就像我们开刀一样，就像伽马刀或是像我们医院的瑞术刀一样，它都是只要一个刀做一次的治疗就可以结束治疗的过程。那我们大林这个好像现在是瑞术刀，好像跟你最刚伽马刀好像有点不一样，它差在哪里？是，其实在我们所谓的伽马刀跟瑞术刀来说，其实它都是一个异曲同工的一个治疗的机器。因为它的伽马刀最主要为什么要叫伽马刀，因为它的里面是治疗的放射源是一个钴六十的放射源，那所谓的瑞术刀的话是由我们一般 X 光线来当作放射源，但是它治疗的方式就是用放射线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OK， 感恩洛医师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这个有关一些脑下垂体的治疗以及一些新进的技术，他的专业的治疗想必能带来很多福音。智慧人一手腕，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